览中华大地，访文化名人。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古韵金谈之中华名人访谈录》。艺术家谢举贤，他的中国写意画大气磅礴，雄健浑厚，坚守了中国画的传统笔意，同时又不为之所限。而油画作品啊，展现的是雄壮神奇的色彩，更给人以非常强烈的震撼力。本期节目啊，我们就来到了香港，探访艺术家谢举贤。众所周知，油画起源于西方，是西方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而在中国，油画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油画最初被引进的时候，就直面着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问题。西方油画的传统体例是精致写实，中国艺术讲求精神与意象。当两种不同的美感形式相遇时，会形成什么结果？艺术家谢举贤就是这一领域的积极探索者。谢举贤生于湖南茶陵，广东梅县人，成长于湖北武汉，香港驻画会会长，香港亚洲美术家协会顾问，其作品风格独树一帜，曾获多个荣誉金奖、银奖，迄今共举办个人画展40余次，参加联展60余次，静作《人人人》系列被意大利收藏家认为是中国画在扬为中用方面更为成熟的表现。艺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不可能是树立一个目标，然后我去达到那个目标，这就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了，不行。艺术要靠你自己思维的进步，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出到看到某个东西就出现一个想法，你就把这个想法画出来，就走这条路。你不能预设一个目标来完成，这不叫艺术啊。艺术是你包括你的知识，就是说你各方面的知识加在一块，你自然就会发出一个跟人家想法不一样的东西。你们不能说我一出生我就要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再做这些东西，那不对，那是一种，那不叫艺术了，是一种工作性质的，就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完工啊，今天要烧焊一样，烧多少件，不对，这个不对，啊，思想的自由的向前的行动，是脑袋的行动，它自然就会画出那个东西来，这才叫。水到渠成，是这样才叫做新的风格。啊，风格不是我设定一个东西，我去达到它才叫风格，不是，不可能。1975年从武汉来到香港，做送货工维持生计，日间在车厢板和水泥地上画画，晚上在货仓趴在地铺上画，哪怕生活环境如何艰苦，谢举贤从未放弃绘画艺术。功夫不负有心人，谢举贤以大半生的艺术实践形成了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中西合璧。他的画以国画油画为魂，现代和传统相融，构成了他创作的第一重要文化背景。灵性与雄浑相融，构成了他创作的第二重文化背景。每一次画了一段时间，我自然就会变，就是因为我画了一地的时候，哎，我不这样画行不行？我会自己问自己，后来我就改了，又画另外东西了，啊，因为老画一样东西，我自己也不是怎么回事，觉得这样就没有突破，哎，你而且传统的东西他画的太多了，我就说，国内人人都这样画，你也给这样画，那不是很多人这样画吗？没有进步啊，我就尽量劈开跟他老国内的人不一样，我不跟他不一样画，啊，尽量想办法，啊，所以就形成现在这个情况了。因为我小时候画速写的，画了很多速写，所以老实讲，基础还是打得很牢，就造型基础啊，啊，就画速写的造型基础啊，我就打得比较牢的，就所以呢。那因为那个基础打得好的话，速写基础打得好，写字有用，
你要写毛笔字，写这个草书啊，你头刚才看我写，我就随便就写到了。他们就要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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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这一笔不知道到哪去好啊。你看你画书了一下，谁顺手就是。你看我不用铅笔打稿嘛，就能大家他自然一笔下去，感觉上的比例就是对的。比例是很难搞的东西吧，他们搞不清楚，他要用铅笔打稿，然后不对他就擦掉再来，那完了。所以呢，你一定要书写画得很熟练，那个自然一笔下去就到那个地方。啊，那个比例就对了，啊，那结构也记得清楚，对不对？就这样。谢举贤的写意画有意识将大写意意境与西方现代抽象艺术结合，通过中国书法中极富于表现自在与自主的行草线条和高度凝练的简洁笔墨，以及纯净的艳而雅的色调，幻化出一曲生命的乐章。他的油画作品用色上特别擅长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鲜艳颜色的大面积使用。由于多年的绘画与写生功底，画面抢眼而不乍眼，艳雅而不浓妖。他自学修习中西各类艺术，从不禁锢自己的思想，以对艺术虔诚的追求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绘画风格。外国人是追求表面的东西，他是画油画，西方画的油画是画光，射向一个物体表面的变化，实际上是画光。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就是说西洋画的一条线，它的历史红线怎么穿过来的，是光，追求光，光射向物体表面的变化，这是西洋画。中国人不同，中国画怎么回事？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笔墨气韵，啊，是通过手来掌握这个毛笔，然后用墨不同以产生的气韵，这要经过非常下苦功夫去练出来的。所以你的每一笔，只要一笔就可以，下一笔就会看出你的人性、人格啊，你的修养。所以见字如见其人呢，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写字也好，你写个字出来，我就知道你的人格到什么地方，你的品质到什么地方，你的修养到什么地方。古稀之年的谢举贤仍然孜孜不倦为艺术奉献，画品如人品。谢举贤为人厚道，待人以诚，这在书画界有口皆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组委会授予书画艺术泰斗，并在2018年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艺术传承奖金奖，被授予国家非物质文化艺术传承人称号。他用一生诠释着一个闲字，2010年出版之《谢举贤文选》更被认为是开风气之大儒，为中华文明东方文化的贡献成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无论是国画还是油画，艺术贵在创造，贵在对文化的热情。谢举贤老师啊，不断地对文化赋予热情，不断地创造，产生出更新更完美的艺术形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移动频道。